为了安全，建造屋宇的每个程序都要经由专业人士严格审核，而且要符合政府制定的安全规格。擅自更改楼宇结构，例如将支柱或结构墙拆了，在屋顶或露台加建，不单止无知，更加是违法，兼且会危害本身和他人的安全。为己为人，切勿擅自加建或更改楼宇结构。